来玩这款游戏《世界钓鱼》，这好像韩国开发的，看到排行榜一二三名都是韩文。这抛竿的方法，先不用看了吧。喂，哦，就这样子啊，还挺简单的啊。鱼咬钩，怎样？结束吧。接下来我们等待哑光。一样啊，按住放开，按住放开哦，不要按到底就好了。拿到了炸弹鱼，中，红心，perfect，perfect，赶快咬哦！赶快咬啊！低级的。再来，这是世界钓鱼。拉起来了。钓鱼高手，perfect！哇，那鱼饵还会发光诶！你用到 perfect 的时候，好凶的钓鱼啊！上面有任务诶。金马头鱼，这边有任务啦。然后是钓竿，开抽，还可以再抽诶。哦，蓝色的钓竿，卷线器也要抽啊。鱼饵、钓鱼线，这有点像放置养成的哈。那整体玩法就这样啦，主要就是以钓鱼为主的养成游戏啊，大家拜拜。